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，就像是一场梦，醒了很久还是很感动。顾生，没想到真的是你，你怎么还去做了增高手术啊？阿基，瞧你说的，你还做了美白手术呢。嗯，我的乖乖，还真的是，我怎么变白了？看样子又是那群外星人搞的鬼。不过现在这个不是重点，现在重点是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啊？二门又是为什么被传送到这里？我们分开去找找看，有什么重要的线索吗？好。什么情况？突然变成这样？哎呀，太让人难受了吧！怎么回事？这个世界到底存在什么？哦，总算舒服点了。刚刚那个到底是什么？诡异，太诡异了。先去源头看一看吧，说不定能有什么发现。哎，这小东西有点可爱啊，不过现在没有东西可以喂它。在前面还有个空投，就是不知道能拿什么好东西。空投，我来了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乖乖，这也太高了吧。不过总的看下来，这里的东西应该都已经启动不了了。那很有可能我们回去的路已经被断掉了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想办法在这个世界活下来了。但是这里感觉连个饮用水都找不到，这折腾了半天了，我早就口干舌燥了呀。不好，是机械迅猛龙，快跑！快跑！好丑啊！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有那么丑吗？我醒来以后还没有见过自己现在的容颜呢。哇哦，没什么大变化，这个迅猛龙真的是没有品味呢。推！什么东西？竟然推我！不是哥，我推的不是你啊，有话好好说啊，哥。